了解，眼中烛光摇晃着熄灭，为何把我推向边缘，被擦坏了的一切卡住了我，让我无法往前，究竟在距离消声最远的房间我心间又会一碎片，我转转身就刺痛流血，我卷着身体缩成一个圈，像一个句点。哦，一个圈，像一个句点。